GUCCI 品牌迪奥三十日举行了在首尔的首场时装秀，现场众星云集，而品牌大使基素和品牌之友秀智以及今年而也特别为时装秀拍摄预告片。在时装秀期间，基素更是就坐在迪奥的 CEO 身旁，可见迪奥对他的重视程度真的非常不一般。事实上，基素先前在国外参加时装周时，迪奥的 CEO 就曾经直接说过，如果离开 YG 的话，我会把你带走，整个霸气到不行。这次基素直接坐在 CEO 旁看秀，也让粉丝直呼 YG 小心点。还有人说，最近迪奥似乎更像基素的经纪公司。而在看秀时，还有个小插曲，一位总监的女儿跟着妈妈一起到首尔，这位小妹妹似乎是 BLACKPINK 的小粉丝，看到基素后竟然激动到哭了。暖心的基素除了笑着安慰小妹妹，还合照签名洋洋来，整个过程也被总监妈妈记录下来，并PO上社群，表示非常感谢基素。